将来会传，我会回台湾传金刚手菩萨法。啊，今年回台湾新春的法会就传金刚手菩萨，因为三姑祖有三位，一个是四倍观音，是代表慈悲的，一个是文殊师利，文殊师利是代表智慧的，一个是金刚手菩萨，是代表着这个法力的。